OK， 三楼我们要出境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搭2:30的 CR101， 来浏览一下啦。有宝可梦、无印良品，还有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店，还有电器 Camera、ABC Mart， 这有一间星巴克。为什么星巴克卖史努比？卖史努比啊！哇，好可爱哦！还有小雪人。还有那个杯杯和房子，嗯，还有分城市的 Osaka、 Kyoto 还有北海道的，这有一间 Tokyo 豚骨拉面，然后麦当劳，然后我们今天吃蟹棚店，蟹棚店旁边也有可以稍微看一下飞机。好啦，我们在机场吃个中饭，蟹棚店，那这里是它的 menu， 它这个就有点像比较偏中式的料理，有包包、小笼包，还有煎饺、叉烧，还有五目的那个寿吧担担面，因为孩子喜欢吃面面，我们就进来吃面面，喝水水啦，肚子饿了，我们等下吃完我们就进 check in 啊，啊没有，不是 check in， 我们就准备要检查入那个出境了。用餐环境，哇，有面包超人啊，对啊，是店里提供的碗汤匙，这碗不是，这是五目炒饭，炒面面，嗯，这是五目面面，好好吃饭饭啊，炒饭啊，专心吃啊、哦！等下我们要坐飞机回家了。哇，这面面很可口。要看妈妈吃面面、啊。你还不要吃面面？喜欢吃拌饭、啊。因为他前几天都吃面面。孩子在看飞机。飞机，爸爸这里在放大。等一下可以看飞机下降哦，降落。哪里？没有看到、哦。刚刚爸爸有看到啊。